在德国工业 4.0 和中国制造2025的浪潮席卷全球之际，鼎固携手星光在智能制造转型的浪潮中抢占战略制高点，由量产制造向个性定制转型，旨在打造基于 C2M 模式的全程可视化互联智慧工厂。鼎固智慧工厂主要由设计端和工厂端组成，其中工厂端包括智能板材生产线、智能五金分拣线、智能立体仓库三大组成部分。在设计端，通过鼎固智慧工厂，顾客可以在全国的鼎固专卖店享受一对一管家式贴心服务，完成个性化方案定制，也可以在鼎固商城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产品的专属定制。在该平台上，用户可以参与设计，结合 VR、AR 技术进行沉浸式的体验，预先体验自己的专属空间，同时可以在线下单，订单将自动与后端互联工厂进行无缝对接，自动完成订单拆解，且全流程可视。在工厂端，鼎固引进星光智能领先的机器人自动化分拣线与包装线，对订单进行分拣包装。通过整合德国、意大利高端数控设备、分拣机器人自动化装置，实现了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加工和信息化追溯，如零部件的供应批次、订单的生产批次以及工人的工作班次。同时，工程师还可以通过系统进行 OEE 分析和 SPC 分析，及时对设备状态做出提示，并通过智能手机、Pad 终端、APP 应用等作为产线信息的推送。该系统应用到星光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 OMS 系统应用技术、MES 系统应用技术、WMS 系统应用技术、WCS 系统应用技术、HV 应用技术、工业视觉技术、机器人集成技术、RFID 技术、在线扫描技术、在线检测技术、在线贴标技术。
鼎固，在定制家居行业率先导入信息化和自动化，斥重金打造鼎固定制家居工业 4.0 智慧工厂，通过信息化与自动化设备实现客户信息导入，质量实时监控，缩短生产周期，做到过程管控，终端便捷，提升鼎固客户满意度，成为行业内高端品牌。